以上就是为大家介绍今天的业务主题——阿美族篇。阿美族主要分布在花莲、台东以及屏东的恒春一带，目前人口是原住民当中最多的一个族群。人口众多也造就了在各物较为丰富的一个族群。但愿透过今天的业务主题，让所有的朋友了解台湾原住民的歌舞世界。各位朋友，从刚才到现在，大家应该有做一个小时了吧？现在呢，邀请所有的朋友全部都有请起立。来，现在是属于大家的时间，我们要邀请在座的每位朋友全部都有走到舞台正里。我们要进行一场舞会，来，请把握住时间。好，希望所有的朋友能够把握住。来，请走下来，参加这一项活动。同时，这一场的活动，大家要的也是就在这个场次才有。那下一个场次呢，我们就特别没有进行这样的舞会，所以请所有的朋友把握住机会。那小朋友，请到左手边这里。好，小朋友。那大朋友的朋友啊，我们大朋友呢，走到我的右后方，来，男士朋友，在我们的支路看板下面开始。来，这边的朋友请把握住机会。来，大朋友在我的右手方，右手方这边。那小朋友呢，请走到我的左手边这里。来，请所有的朋友把握住时间。双手打开之后，好，再由我们团员为大家做服务。来，请所有的朋友把握住时间。来，这边的小朋友一样，我们要当牵手，来将位置取好。注意，你后面有我们的音响设备，哦，请注意。来，我们这边要往后退哦，这里的朋友往后退，来注意安全。好，请所有的朋友注意停好，待会双手牵好之后不可以任意放开，只有到音乐结束为止才可以放开。第一种舞步，台湾跟鲁凯族的四步舞；第二种舞步是妈步；第三种舞步呢是属于阿美族非常轻快活泼的舞步。相信上台的各位朋友都非常有自信，在这个三种简单的舞步经过我们的示范之后，相信你很快就会学会。好，各位朋友，这个时候将双手打开，我们的舞会即将开始。来，各位朋友，请注意听好，待会会为大家介绍，同时让你一起学三种舞步：四步舞、八步舞，还有轻快阿美族的舞步。那我们小朋友这里，小朋友 OK 了吗？好，待会我喊一声伊朗之后呢，请所有全场的朋友大声的回应我，呜，可不可以？我来先听听你们的呜的声音，预备，来，太小声，再一次。好，我伊朗之后，我们的舞会就正式开始，我们现学现卖，伊朗。起步，左脚起步，来，注意看你们的示范人员，左前右前，左退右退，左前右前，对，看前方，看正前方，看正前方。哦，哎呦，大家都非常厉害，四步马上学会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来，太强了，这所有朋友大家都非常的厉害，应该都是有参加。继续来，师傅。
奖开始起来，起步，来，我们要进行发布咯，注意看好前面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一二三四，踩两下，踢左脚，一二三四五六踢左脚。同时传唤的各位朋友伸出的双手，我们一同来打拍。